王杰组 RPO 出席月和香港已故巨星张国荣又起，梅艳芳、陈百强合照，如今只剩他一人。翻摄自王杰微博娱乐频道美综合报道，55岁资深歌手王杰日前遭网友怒骂过气老狗，前天他亲上火线与自称歌手薛之谦粉丝网友对杠，经过一天沉淀，昨他突将所有微博贴文删除，仅留一则我对得起自己。文章中照片是他和已故掌心梅艳芳、张国荣合照，令人感慨莫千。王杰近日无故遭网友咒骂，去陪你死去的妈，你妈被我尬死。前天他公开对杠该名网友，并表示要提告，昨竟暴走删除所有贴文，独留我对得起自己。文章内容写下，我不想做任何人的奴隶，戏无奈挣脱不了，也无处可逃，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只是聊王杰足删光微博贴文，只留一篇反射自王杰微博。接着王杰又说，剩下的唯独你们，可忍就无需忍人，做人不要忘本，对爱专一，不忘初衷，我从没有忘记过，谢谢，我已经做到了。最疼我的大姐，面向照片右边的第二个，去过姐吃饭好几次了，姐姐每次都喜欢穿个睡衣从家的楼梯走下来，她常告诉我最性感的男人就是很会煮饭菜的，所以我也是很性感的男人，因为我炒的菜很好吃。可是姐，你的菜煮的真的不怎么样，这张照片四个人之中只剩下我一个了，一个人会很孤独寂寞的。聊逝去的青春与光辉已无法阻止他一段段的逝去，在他消失之前，我会把一切的经历全都记录下来，留给曾经爱过我及讨厌过我的人。亲爱的，如今的我已经举目无亲了，剩下的唯独你们，我走之前会把最后的生命交给你们，那就是我的音了，他不是最优秀的，戏是最真的心，他永远是你的。